有实力就不怕考验。振兴五倍券，有防伪就不怕伪造。李昂，你那么有实力，让我来考考你。没问题，我得金牌。五倍券有许多防伪设计，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啊，第一步看一看。五倍券有三种面额，分别是200元、500元、1000元。以15度角荧光检视五倍券左下方，会浮现深色隐藏面额数字；转90度检视，会有浅色变化。透光检查蓝雀左边面额数字，正面、反面图案可精确组合重叠。使用期限文字上方，荧光检视有空压梅花图案。用手摸也可感觉突出的压纹。第二步，摸一摸，用手触摸主要印纹及视障手感线，可以感觉墨纹突出纸面。第三步，转一转，轻转五倍券，左上角面额数字可看见金色与绿色的变化。五倍券真味，把握三要点：看一看，摸一摸，转一转。哇，真的有实力耶！因为我是真的，五倍券嘛是真的，防伪用心，使用安心，赞。